哇，张灯结彩的，好像有什么庆典。让我想起了粽子，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听过有个叫光迹寒途的东西吗？哎呀，别和我说话了，我得赶去狐仙庙，要是不快点把贡品送过去，可不晓得会出什么事。对，要是误了时辰，惹得狐仙不高兴就惨了。你们有谁看见我女儿莲宝了？我说夏书生，你自己的女儿当然要自己顾好，丢了怎么还来问我呢？刚刚她还跟在我身边，一晃眼就不见了。不急，俺帮你一起找找。今天可是即墨要办庆典的大日子，所有人都要给狐仙贺寿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？要是惹恼了狐仙，我们全部人都得遭殃。狐仙，说不定就是他把莲宝带走了。啥？你说小莲宝是被狐仙？那俺可能帮不了你了。夏书生啊，狐仙大寿，你是不是没诚心庆贺？不然这倒霉的事儿，怎会落在你头上？元辰，莲宝他真是被狐仙带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猜的。莲宝他向来很乖，不会随便乱跑。你说是，那就是了。你好像总能感应到什么，大多时候也都灵验了，大伙儿都是靠你才躲过了不少祸事啊。可是这回你让大伙儿怎么帮忙啊？你们别为难，我自己去把莲宝找回来。哎，狐仙带走那个书生的女儿已经够怪了，难道是抢亲？其他人也不帮他找，更是怪上加怪。你们看那个人急得脸都惨白了，我想帮他一起找找看。理应如此。这位公子，你们是？我们有事探访，初来乍到，恰巧见到你。你的女儿走失了，不知能帮上什么忙。我等乃是昆仑琼华派的弟子，略通剑术，有什么事请尽管开口。竟是修道之人，这太好了。我女儿莲宝，十有八九是被隐香山的狐仙带走了。诸位若是愿意，请随我去救救他。隐香山就在狐仙庙的东北。可是那个狐仙为什么要抓走你女儿呢？狐仙不是应该佑护一方的吗？这恐怕一言难尽。眼下我只想快点找到莲宝，看她安然无恙。不用多说了，一切等找到你的女儿再说也不迟。谢谢，大恩大德，夏元辰铭记在心。那个什么狐仙竟然住在这样的好地方，还蛮会享受的嘛。莲宝，我听见莲宝的声音。等一下。咦，山里又没雾，那个人怎么一下就不见了？那位夏公子怕也不简单，不然又怎么会一听昆仑琼华派便知是修仙的？这山中不寻常，我们务必要谨慎些。
那孩子就是莲宝。夏书生，他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不过就是昏了。你既是仙兽，自当庇护凡人，为何反要伤人？有意思，今天管闲，你这问题问的也笨。都已经做了仙，要是还不能随心所欲捉弄凡人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兽类修仙不易，动辄便要上千年，你如此行事，难道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？可笑，我已是仙，难道还能将我打回兽形？哎呀，说那么多干嘛？直接教训这臭狐狸，把夏书生和他女儿抢回来不就行了？想抢？没那么容易。幻术。我正闲着无聊，这下倒好，有人自己送上门来。可别说本大爷欺负人，要是你们能从这五个里面认出真的那一个，我就二话不说放了夏元辰和他女儿。要是认错了呢？放心，最多变得和这蠢书生一般下场，被法术吞噬了。可恶的臭狐狸，干脆把他打倒，法术自然破了。等等，他再怎么说也是一方散心，我们不知底细，不如就先按他的规矩来。可是这些人看起来都一模一样。还是这小姑娘明事理。我先说好，你们可别想和蠢书生的女儿讲话，这小鬼是个痴儿，笨得一塌糊涂，何况我给他施了定身术，他全身都动不了了。卑鄙。狐仙，夏家公子到底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要这样害他？此话差矣，我哪里害过他，不过是捉弄几下，谁让他把我们散仙的脸都丢光了。散仙？你们还不知？也难怪，这蠢书生太没用了，谁能想到他还是个山神。什么？夏书生不是凡人？你看，你也觉得吃惊吧？夏元辰明明是个山神，偏要装成凡人和其他蠢老百姓混在一起，还收养了一个女儿，竟是白痴，岂不成了所有散仙的笑柄？他要如何过，却是他自己的事，和你无关吧？非也非也，他比我弱，又不自量力，每次都要坏我好事，我要捉弄谁，他偏要去替那人消灾，摆明是和我作对。今天我大寿，更是要教训教训他，才觉得说不出的舒心。山神身为地仙，庇护凡人本是常理，你怎可如此？少跟大爷我谈什么大道理，反正这书生又蠢又笨，养了个女儿也和他一样白痴，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你才是愚不可及。不可能，你乱猜的。我自然看不出来，是莲宝自己告诉我的。这痴儿，他……我引你闲谈，不过是想看看你会不会露出破绽。没料到，当你辱骂夏公子时，莲宝的眼里全是愤怒。他或许不如其他孩子聪明，但父女之情却和旁人没有分别。你使诈，这不算。是你耍赖好不好？还不快把定身术解了！休想！看本大爷收拾你们！你输了，该听我们的话，把人放了吧。凭什么？
那要不要再过两招啊？慢，放就放，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没我的事儿，我要走了。念你乃是仙兽，千年修行不易，今日便放你一马，日后若再为恶，我定会散去你的功力，将你打回原形。知道了。小紫英，你好厉害哦！你这臭狐狸被你吓得浑身发抖呢。那不过是危言耸听，以防他再度为恶。其实仙兽纳日月之精华，炼成独一无二的内丹护体，又岂是我等凡人可以轻易将他打回原形的？这是。莲宝，娘爹担心死了，有没有怎么样啊？爹爹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把狐仙赶跑了，莲宝他没受伤。你们太谢谢了。想不到你还是个山神呢，真了不起。山神又如何？我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。哪有啊，我们都听臭狐狸说了，你就是因为帮过许多人才会被他怨恨的。只可惜等到真的出事了，那些人都不愿意帮忙。不能怪他们，他们都是善良的好人，只不过人力有穷极之时，又怎能斗得过天地鬼神？会心生畏惧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爹爹，夏公子，你女儿真的很依恋你呢。多亏有她，我们才能看穿狐仙的诡计。你们也知道了吧？莲宝他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，我只想让他少受些委屈。原本我就打算带他离开极墨，游历五湖四海，但又放不下胡三的事。如今胡三被你们打跑，我也可以安心离开了。我看那臭狐狸一副不甘心的样子，万一他再跑回来……胡三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，如今吃了大亏，定会收敛许多。多谢各位相助，我这就带莲宝回去收拾收拾，明天一早动身。请等一下。我们有一事请教，请问你是否知道光迹寒图这个东西？你们为何要找那样东西？其质阴寒，对人并无益处。这个一时也说不清，反正是要用来救人的。实不相瞒，光迹寒图正在我手中。诸位今日救我和莲宝，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那东西就送给你们好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多谢，这真是好人有好报。寒舍在极墨狐仙庙西南，诸位可走海边栈桥到达，我恭候各位到访。好。他们父女俩感情真好，柳伯伯柳伯母跟你不也很好？是啊，只要感情深笃，任何事情也不能妨碍心意相通。我们下山去吧，早一刻拿到光迹寒图，便能早一刻安心。好。
怎么了？他们那种眼神，不会又像上回在太平村一样吧？我什么也没做。你们真的把狐仙打跑了？是啊。好，恩公。啊？恩公，你有所不知，那狐仙强迫我们每年供奉他，却只会做些阴损的事。想他祈祷风平浪静，他就让海上风浪大起；想他祈祷风调雨顺，他就带来大旱。我们都是苦不堪言呐。俺们几个正要上山帮忙找小莲宝，没想到夏书生带着小莲宝回来了，还说你们打跑了狐仙。俺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一定要再来问问才能放心。哎，你们打算上山？可你们不是很怕那只臭狐狸吗？俺们当然还是怕，但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做人不能只顾自己啊。所以俺们也只有豁出去了，总好过一辈子心里都有个疙瘩。你们是啊，再说夏书生帮过我们不少忙，要是不管他，不就变忘恩负义了？我是怕死狐仙了，去隐香山惊扰大仙，这事儿我平时连想都不敢想，但我更不愿意被人骂不讲义气。对，俺是没读过啥书，但也明白做人要讲义气。俺还喊上邻居王家和孙家的人，他们也打算上山去了。不过哪晓得你们已经把狐仙打跑了。没关系，能有这份心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也不枉夏书生那样帮你们。那狐仙他还会再回来吗？各位安心，他元气大伤，应该会收敛许多。我们还说了狠话吓那只臭狐狸，他现在已经怕死了。真的吗？青儿听到这话我就放心了。这天大的好事，大伙快去告诉其他人。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恩公，你们是即墨的大恩人，请一定要留下来看看今晚的花灯啊。老伯，我们一定去，我最喜欢漂亮的花灯了。好，这就是爹说过的行侠仗义吗？是哦，和某些人在太平村的遭遇也差太多了。这样的比较好。废话，有谁喜欢被人又打又骂的？哎，妖害人不稀奇，料不到连仙也会为祸一方，今日所见实在令人心惊。我们快些去夏家吧，不然天可要黑了。你们来了。夏书生，我该收回在山上讲的话喽。那些人还是很不错的嘛，有心去找你和小莲宝。是啊，我早说过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怪他们。哎，同样是仙，你和臭狐狸对人的态度也差太多了。因为我很喜欢人，才会愿意隐瞒身份，在人间过上百年千年。六界之中虽以神魔最强，但天上寂寥千载，妖宫寒骨又怎及得上人与人相依的暖意。山神是不是就可以长生不老呢？凡人到底要怎样才能活得更久一点？仙的寿命虽然动辄千年，却依然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。凡人由生到死不过百年，
自然会羡慕仙人，但是比起浮游蝼蚁，人又何尝不是寿命长久。阳寿天定，强弱自分，这原本就是所谓的天道啊，为何要去打破它？可是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以几位资质，修道定然有成，说不定假以时日会与我一样位列仙班呢。你们随我去楼上吧。灵莎，别心急，你村里的人，你担心的那件事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对，可能你问他，他刚好不知道。没什么啦，你们俩不用担心，我才没那么容易放弃。村里人到底何事？别问好吗？其实连天和梦离也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全告诉你们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我知道了，若是有能帮上忙的，你一定要说出来。好，一定。你们来看，这便是光迹寒图。相传此乃东神遗落人间之物，我也是偶然得到。哇，闪闪的，好漂亮啊，一看就是了不起的宝贝。看来女孩子都差不多，静兰也最喜欢这个呢。静兰啊，他是我的恋人。你脸红了，他一定是个很好的人吧？静兰她又温柔又漂亮。以前我住在极墨附近的山里，每到夜晚我就把光迹寒土展开置于山巅，看起来犹如星辰下凡一般，那是静兰最喜欢的光景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没有和你住一起吗？他已经过世几百年了，说不定都投胎转世几度轮回。我是地仙，而他只是一介凡人，人仙殊途啊。对不起，让你想起伤心事。不必介意，至少那一世我和静兰相守到老，我一直陪着她，看着她归于尘土。世间多少有情人，磨难重重，终究有缘无分，我和静兰已足够幸福，又怎敢再有更多奢求。对呀，只要这辈子过得开心就好，其他许多事想也没用。小兄弟倒是豁达得很啊。来，这光迹寒图你们收好。爹爹，星星，莲宝喜欢。莲宝，你也喜欢光迹寒图吗？可这些哥哥姐姐是我们的恩人，爹爹一定要报答他们。莲宝，乖孩子。抱歉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实是事出有因。没关系，光迹寒图留在我身边并无用处，倒不如赠给急需之人。多谢。我倒忘了，光气寒徒性属阴冷，寻常人碰到恐有不适，入手便有天寒地冻之感。那怎么办啊？是不是要找东西把它包起来再拿？呀，
好冰。姑娘切莫动手，女子体寒，更不可只拿此物。待我想想如何是好。还好，不会冷啊。嘿，小兄弟你，难道竟不会觉得寒气甚骨？还好吧，摸上去是比其他东西要凉一点，不过也就是一点点。这可太好了。我虽不知为何这位小兄弟天赋异禀，居然不畏寒气，但光气寒图可以由他拿着，就不成问题了。是吗？哈哈。少得意，真不晓得你到底吃什么长大的，连这么冷都受得了。我看这位小兄弟似乎善使弓箭，这把开元追月弓不如一并送给你吧。啊，这么好的弓送给我？无妨，我不懂使弓，赠给小兄弟也算是为他找到真正的主人。哈哈，谢谢。感激不尽，既然此间事了，我们便告辞了。啊，保重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有缘再见了。夏书生，你告诉其他人了吗？你要离开即墨的事。待会儿，我想带莲宝去夜市看花灯。到时候再说吧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就再回来看看大家嘛，等莲宝变成大姑娘，把他们都吓一跳。到时候我还是老样子，一点没变，才真的让人吓一跳。那倒也是。姐姐，这些东西送给你们。你们是谁家的小孩？干嘛要送东西给我们呀？我听朱爷爷说了，你们是打跑狐仙的大英雄，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给狐仙的贡品，现在通通送给你们。我们不缺这些，你们还是自己留下吧。小朋友，狐仙跑了是因为他自己做坏事遭报应，不用特地来谢我们。不行，朱爷爷说一定要知恩图报，不然不算男子汉。小海，我们走。大哥哥大姐姐，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做像你们这样的英雄，帮很多很多的人。哈哈，有鱼能烤来吃哦。谢谢你们。呆子，人家一番心意，你居然只注意到鱼。你们看那些花灯是不是就是白天说的？
我的心里头一次有这样暖暖的感觉，像是什么东西在跳动一样。原来让别人开心，自己也能这么开心啊。为侠者一生所求，除魔未到，可不正是为了此情此景，为了这些人脸上的笑容。嗯，你说的对，子英。你不叫我师叔了？啊，忘了。无妨。云天河，我以前或许错看了你，只当你是个任性妄为之人。如今看来，你和灵沙还有梦离，却当真有副侠义心肠，抛却辈分之别，让我说不出的敬重。看来即墨的花灯庆典真不得了，连冰块脸都被融化了。灵沙，别这么说，我觉得子英并不是……我开玩笑呢，当什么真？好了，说正经的，今天真是好高兴，我但愿我们四个人一生一世都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，做自己应做之事。这有什么难的，一定可以。希望如此。嗯，我也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分开。子英，你别皱眉头了，是不是担心妖界的事啊？我相信只要玄霄能破冰而出，我们不会输的。对，马上把光迹寒图给玄霄，他一定很开心。终于到了，快走，我想马上去找玄霄，告诉他好消息。我，梦离，有什么东西，我的头好晕，很不舒服吗？是不是海风吹久了？我扶你回房。你们两个先回去吧，我与天河去见师叔就行了。好，那我和梦离先走了，他看起来脸色很苍白，得好好休息才行。